车票还给我！你动！我的车票还动！策南，快走！快走！有压迫有束缚的地方，人们才更渴望自由。有的人得到自由的时候已经太迟了。而重生后的人更能体会自由的可贵。妈妈送给你。谢谢。应该告诉他吗？在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终于做了决定。将来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加起来不就是一个好吗？你就想哦。苏儿，我打听到了宣清的消息，听人说他升做了副连长，军务繁忙，一时还不能回来。嗯，人没事就好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告诉苏儿真相。但不会是现在。人不就是靠着一点希望活下去的吗？